8月16日，周慧敏在香港代言某瘦身品牌发布会。发布会当天，周慧敏身着浅金色单肩低胸贴身短裙亮相，大秀美腿，毫不避讳地将自己的好身材展示出来，引来现场闪光灯不断。周慧敏为宣传瘦身产品而拍摄泳装照，对于身材，周慧敏自信满满地认为自己现在的身材更胜从前。而被问及老公对自己的身材尺度把握时，周慧敏开心地表示，老公很相信自己的审美标准，从来不会过多地去过问。因为我没有节食减肥，因为我现在的keep fit 的方法就是很健康，也不用去挨饿，比较选择吃一些比较健康的东西，比如说 low GI 的饮食习惯，就已经很帮到我了。所以老公对我，比如说拍广告的造型方面，他从来都没有什么意见，他都没有特别去管我，因为他对我的尺度啊，我的审美的标准，他非常有信心，所以我的我接受的他都接受。周慧敏当日还澄清，日前自己还没有生宝宝的打算，将继续遵守和老公的约定，至于家里的老人也会尊重他的决定，不会给他任何压力。反倒是家里养的小猫让周慧敏体会到了当妈妈的感觉。到目前为止在这方面都计划没变，都应该不会生哈。我们就跟我的先生已经在很早以前已经约定这个决定了。但是我觉得最近我觉得我像有了很多 baby， 因为我家了多了很多猫猫，他们也是 baby 来的，所以我想我都好像一个妈妈去带孩子一样的感觉了。